情非常的严峻，全台湾呢都已经升为三级警戒，学校呢都已经停课，爸爸妈妈的公司呢也有的分流上班，那很多呢都已经居家上班了，那在外面的餐厅呢很多也是暂停歇业啊，那即使有开的餐厅呢也不能内用，只能开放外带外食。所以呢今天Sunny厨房呢想要教大家一道料理，因为呢我知道很多爸爸妈妈呢在家呢陪着小孩子，那除了忙自己的工作也要忙小孩子线上教学，那还要照顾三餐，那前面几餐都还好，等到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，我相信已经变不出什么花样来了，那天天外食当然也不是办法咯。所以今天Sunny呢要教大家卤肉燥，叮叮，那跟大家分享这个秘诀，那卤肉燥非常方便，而且呢绝对零失误，真的非常的非常的好吃。那有一个小秘诀就是千万不要用那个绞肉，一定要用五花肉去卤哦，五花肉的那个油呢还有胶质呢才能让卤肉呢才能香，而且呢浓稠，那里面呢可以放一些卤蛋啊，然后可以放一些那个豆干海带，还有你想卤的任何东西都可以。那平常的时候呢，因为白天比较忙，你中午呢可以切点卤菜，然后呢煮个面，然后淋上肉燥，香喷喷。那晚上呢，甚至也可以把它当淋在饭里面，当卤肉饭，炒青菜，煎个鱼，是不是很方便呢？那现在呢，就跟着Sunny呢一起进厨房，来看看怎么制作咯，走吧。喜吃东西，看节目吃东西，怎么这么堕落？喵喵喵喵喵喵！一个人吃东西，从早饭到晚餐，哇！有泡椒、凤爪、香辣、鱼干、五香瓜子，瓜子瓜子，有原味锅巴、怪味花生、糖炒栗子，糖炒栗子，有可乐、雪碧、柠檬苏打。哎呀，购物车已经满了。零食怎能当饭吃？健康的都很好吃，要怎样才能控制？控制，控控控，吃吃吃，控制，不许吃，好爱吃。零食怎能当饭吃？好想当饭吃，我的天哪，都好想吃，好吃好吃。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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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吃。喜吃东西，看节目吃东西，怎么这么堕落？喵喵喵喵喵喵！一个人吃东西，从早饭到晚餐，哇！有泡椒、凤爪、香辣、鱼干、五香瓜子，瓜子瓜子，有原味锅巴、怪味花生、糖炒栗子，糖炒栗子，有可乐、雪碧、柠檬苏打。哎呀，购物车已经满了。零食怎能当饭吃？健康的都很好吃，要怎样才能控制？控制，控控控，吃吃吃，控制，不许吃，好爱吃。零食怎能当饭吃？好想当饭吃，我的天哪，多好想吃，好吃好吃。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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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吃。喜吃东西，看节目吃东西，怎么这么堕落？喵喵喵喵喵喵！一个人吃东西，从早饭到晚餐，哇！有泡椒、凤爪、香辣、鱼干、五香瓜子，瓜子瓜子，有原味锅巴、怪味花生、糖炒栗子，糖炒栗子，有可乐、雪碧、柠檬苏打。哎呀，购物车已经满了。零食怎能当饭？